牛肉火锅。这个季节啊，吃火锅感觉有一点点热，不是特别的清爽，容易上火，感觉还是吃点凉爽的东西比较好，喝点饮料，喝点奶茶比较合适。夏天啊，还是吃的清凉点比较好。我们坐这个电梯下去，这是一座桥，桥上呀，人来人往，川流不息。嘉兴，欢迎您。我们也走过这个桥。新爱里，这个地名感觉有点说法的。这个两路线就够了呀，两路线够了，四条了。它这个是多少弯的？我看看不出来了。这个、战斧牛排。太帅了，这里有很多鸽子，太厉害了，给你们拍下鸽子。厉害了，鸽子。